现在我再说一次，怎样坐在神的身上，怎样去直接做美事在神的身上啊，就像幻灯片，就是首先是以神为乐，想到神这么美好，我就想到神就喜悦，好像大卫想到去到耶和华的殿，凑着欢喜，想到神我就喜悦，想到神的美善我就喜悦，这个以神为乐，这个以神为乐已经是坐在神的身上，就好像我们见到一个人就很喜欢就笑很开心，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的高度的接纳，所以以神为乐就是对神的接纳，就是看重神，欣赏神，然后紧靠神，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，就抓紧神，神啊，我要抓住你，我要亲近你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，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想，神啊，我要做令你喜悦，然后关心他的心意，他想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因为神想，所以我就做。做的时候，同样是侍奉神，两个人，一个是就是啊，我要传福音，我要救灵魂，这个是好的，但有神的心意，神这么怜悯这个人，神很关心这个人，神很想祝福这个人，所以我就愿意将神的怜悯放在他身上，我做的时候就有这个怜悯的心，因为我有神的怜悯，我想到神的怜悯的心，所以我有神的心在我里面，我的里面就有神的心意，就有神的怜悯，也感受神的感受，神的伤心，见到人不信耶稣他伤心，所以我感受他的伤心，我就关心他，有人不听神的话，我知道他是他所犯的罪令神不开心，我就伤心，我就会帮助这个人去悔改信靠神，也有什么事情坐在神的身上，神喜悦我就坐在你身上，结果献上自己最好，神啊，我让自己献上，有些人去献上自己给事工，这个没有错，但最美好是献上自己给神，神啊，我属于你。你看有些人侍奉神都是想到事工做什么做什么，但如果我说神啊，你喜悦我就做，什么你喜悦我就做，你的心意是什么我就做，是想到神的心意，从圣经所表达的，我知道神喜悦什么，我就讨神的喜悦去做。这个其实是这个心态的不同，动作可能外面差不多，动作都是怜悯人，但这个不是从神做美事在神的心态，这种心态的时候。做美事在神的身上这个心态的时候，他做就是好像做一个事工去帮助人，但如果他真的在心里面有怜悯人的心，因为看到神的怜悯，想到神怜悯，所以坐在人的身上，所以先想到神的心意，先想到神的感受，先想到神想什么，我就说神的，我要讨你的喜悦，我就愿意去做。这个是动机的不同。你明白这个分别吗？这个动机的不同。这个出发点的不同。还有这个欣赏神、喜悦神这个心态的不同。